整个产业发展的轨迹呢提供了非常多的贡献和协助，甚至我们的农田水利的部分呢，乌山头也是因为有这确业银行、有瑞穗银行集团的帮忙呢，我们的水利才能够那么的顺利，那么也能够稳定了我们的工业跟农业的一些发展。所以呢，其实讲到瑞穗银行，我们心里面充满感激，也充满感谢。其实今天的这个 MOU 的活动呢，签署之前，我们有非常多的互动跟接触。那么跟瑞穗银行的报告部长，包括各位接触的过程里面，我们感到的是积极，我们感到的是热情。实际上呢，我们建立了一些共识，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们来合作，我们真的能够做点事。这种强烈的那种想法呢，要促成今天签这个 MOU 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今回の MOU 調理式の前も南海局管理局とみずほ銀行がいろいろそういう、協力事例があって、でこういう事例が あってからこそ今回の調理式に至ったものです。当然我们合作不只是在人才跟这个产业的发展部分，我相信呢，只要你有的我有需求，我们都可以合作，我有的你有需求，我们也可以合作。所以呢，不管是从人才、资金、技术、市场，甚至相互投，我们跟瑞穗银行呢，就是要想办法让你成功。但是呢，你在新创的过程里面呢，我希望你就像一个打棒球的打击手一样，你站到打击台，你就要想办法挥起它，你不可以等失败就保送，一定要这种积极的冲劲。万一被三振没关系，下去练个功夫再上来，我们一定会尽量让你成功。这是我们对新创今天能够透过南科管理局的牵线。让 Starbank 可以跟瑞穗银行有一次合作的机会呢，我在这里非常荣幸的能够代表 Starbank 在坐在这里跟大家签约。那这个启动仪式对我们来讲，其实它不只是一个仪式，我们看到的是台湾、日本彼此能够运用彼此的优势，从新创。产业、资金、市场，以及这个彼此的这个专业能力啊，能够把 innovation 快速的带到日本市场以及全世界的一个大好机会。経済、科学技術および文化の発展から日本は台湾にとって一貫して重要なパートナーであり、大切な人を。那今天呢，我也非常高兴呢，可以跟我们科技部南部工业园区管理局，还有Starbank公司呢，签署我们的备忘录，来支持我们的新创产业。私の担当する東アジア地域では、昨年の秋に香港、中国の政府参加機関や大学、パートナー企業と共同で、みずほクラウドブレインというアクセレレータープログラムを立ち上げて、スタートアップ企業支援に注力しております。那在我负责的东亚地区呢，我们也在去年跟香港还有中国的政府机构、大学合作啊，那共推出了一个名叫做みずほクラウドブレイン的平台。那这个加速器的计划呢，是主要专注于支援新创企业。台湾はイノベーション力ランキングにおいて世界第2位に入るなど、スタートアップ企業創出の環境が整っております。また、実際近年ではスタートアップ企業による資金調達急剧完备。那事实上呢，近年来在新创企业的资金